大家看完最后再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应付像这样高度的浪。来吧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浪况吧。今天的浪看上去有一人高 ，set 大概在一人半至两人。这大概在一人半至两人高的浪而已。来看被浪卷进去的情况下要憋气多久。没错，我还有着 GoPro， 接下来一镜到底。等等，我们回放来看一下。还好在这里有吸到一口气，然后不到 0.5 秒的时间，第二波浪花直接又把你压在下面。这时候真的快撑不住了，也不管什么 GoPro 了。真实经历，给想干大浪的人参考。